香港著名设计师 Kenny Wong 佢嘅 Modi， 相信好多人都认识，而佢同样有一个新角色，一样咁可爱嘅，就系 Sam Sam 啦。Sam Sam 咧系一个好奇心十足嘅男仔，佢好中意周围历险。佢拥有蓝色嘅眼睛、金色嘅头发，而佢嘅造型系非常之多嘅。而最重要就系佢个招牌嘅心理动作非常之可爱，令到粉丝非常之惊喜之余咧，亦都会爱不释手。Sam Sam 有咁多个造型啦，咁我而家一一同大家介绍一下啦。首先就系呢一个啦，卡其色嘅 Sam Sam。他是小兵Sam Sam嚟噶，佢又带住他的好朋友小猪，系啦，同埋象征和平的白鸽一起周围探险。而第二位咧就是海军Sam Sam啦，海军Sam Sam咧今次咧就着住咗一个海蓝色的军服，带埋两位好朋友一起展开海上的探险之旅。而另外咧亦都有太空人Sam Sam啦，佢今次呢一个造型咧系超经典的怀旧配色造型嚟噶，佢带齐装备同大家一起遨游太空，执行太空任务。跟住要介绍咧就是限量版的夜光太空人 Sam Sam 啦，佢呢一身装备不得了，因为可以夜光嘅，咁所以可以照亮漆黑嘅宇宙。另外这个黑炮版太空人 Sam Sam 呢，你看到他黑金色的造型是非常有型，而他金色的头发也都染成了银色了，不单止只是染成银色的，同尾都是银色的，华丽之余又带有一点神秘感，而你同时也都觉得哇好型啊，这个 Sam Sam 真的很厉害啊，我要跟大家说，因为他 crossover 了潮流杂志 Milk 的 Sam Sam， 他一身的文青造型是非常特别的。首先呢他戴着一顶文青的艺术家帽啦，第二咧就系咧佢嘅秋冬色系间条上衣，再配埋工人裤，然后攞住个牛奶罐仔，好适合我哋去野餐打卡嘅时候带埋佢一起去噶。Sam Sam 今次又飞啦，佢今次要去到 Dreamy Planet 度执行任务。呢一个星球嘅表面咧就好似棉花糖咁，粉嫩嘅颜色反映到 Sam Sam 呢一件嘅太空衣上面啦，你会见到成个珠光面嘅太空服咧，其实瞬间染成梦幻嘅糖果色。令人沉醉在这个这么柔和的气氛里面。这一只咁 sweet 的 Sam Sam 在 Lock On 的门市和 eShop 都有得卖的了，它已经登录了在又一城 ADN Fashion Walk 海港城和新城市广场的 Lock On 基地上，是不是想即刻就拥有一只咁可爱的 Sam Sam 呢？不如现在就送一只，但是好事成双，不如送够两只呢，已经在这里了。记得 like 和 share 这一条片，再留言告诉我 Sam Sam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在哪一道，这件事很重要的，讲得最好的两位观众就可以得到 Sam Sam 一只了，快点快点来留言，落岸版的 Sam Sam 等着你啊，快点留言吧，记住要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Free C Channel 啊，拜拜。哇，这个我的耶，摇下去先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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